思又再話883啊，想問佢19.9買咗，佢話如果想除證前買就收特別息啊，個策略點睇？我自己未必咁 buy 呢件事嘅，因為其實你而家個油價嗱，除非個市場突然間真係轉風，覺得唔覺得 recession 啦？我驚係你如果佢之後跟真係出現 recession 或者繼續炒 recession， 個油價上唔到，咁你變咗你收完息咧，你個股份其實你反映噶嘛，咁你上唔翻去，其實你係有機會賺息蝕價嘅，尤其是如果你未有啊嚇，咁所以我覺得就唔係咁值去揀呢只咯，係啦，明白。